在距今遥远遥远的三千年前，我被诅咒带回三千年前的古代世界。我爱上了埃及王曼菲斯。就在同时，地面上二十四纪的人们，赖安哥哥及情人吉米等，正在找寻突然失踪的凯罗尔。少抽点烟。我那天看电视，有个西部牛仔哦，拍香烟广告，烟抽多了得癌症，后来死的时候啊，鼻孔还插两个管子。